共产港者冠军被起底，身家过十亿啊！我谂我了解中产嘅咁，因为我自己都系中产嚟嘅。继财爷之后，应届港者冠军都俾咗中产一个新定义。住得九龙塘独立屋，就梗系人人都想起佢有几多家底啦。有传阿陈爸爸旧一年继承嫲嫲嘅遗产，计晒 cash 啊物业 click click， 差唔多成三亿噶。嗱，另一个版本仲巴闭，话陈爸爸系做石油代理生意嘅，88年将物业转案俾石油公司。当年已经有20几亿起手啦，这个数在成功眼中可能真是中产的身家来的。昨日颁给他的香港小姐现金奖就更加是散纸啦。不知道中产港姐又会不会用散纸来好像财爷那样得闲喝下咖啡看看法国戏呢？